前段时间很乖，没有跟我闹脾气。电脑啊，我只要看取他多久的，时不时的。干嘛？时不时的。好，来，这个帮我记一下哦。我们今天这个东西叫象限奖啊，象限奖。哦，这个象限奖的这个地方会有个 西塔，对不对？这个地方会有个 西塔，然后呢，请你看一下黄色的部分，它有一个黄色的水平线，跟一个黄色的牵直线。啊，黄色的牵直线，对啊，哇，你怎么了？让学长来修一下。如果你的 sin 西塔呢？你的 sin 西塔，你的 sin 西塔小于一的话。三西塔小于一，这个斜边就当一，斜边就把它当一。那 sin 的意思是对边除以什么？斜边。对边除斜边，所以这里除以这里小于一的时候，斜分之对啊。小于一，但是大于零哦，大于零就表示它是正的哦。这时候西塔就会在零度以上90度以内，可以吗？零度以上90度以内，那西塔越大，西塔越大，sin西塔也会跟着越大，可以吗？就是这一段会越来越高，有没有？那高到什么时候最大？就它的斜边刚好跟这个一模一样，所以 sin 多少等于一？ sin 90就等于一。sin 90就会等于sin 的90就是一，那继续sin下去呢，就是这一个，反正这样子，它sin就是一哈。那如果转过去了，要减掉九十，转过去了，就180减掉。啊，就是变成180减西塔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好，你转过去之后，你转过去的图就会长大概长这样，可以画给你。我们不要放在一起，就是说你的箭头变成到另外一边去，你的箭头就到另外一边去，可以吗？这叫那这个地方，等一下，这个地方是你的 西塔，那老师，那它的 sin 西塔在哪里？它的 sin 西塔在这里，在这一段，可以吗？好，那这个角度就变成180减什么？180减西塔，那所以我们这时候就会发现 sin 的西塔刚好会等于 sin 的什么？180减西塔，180减西塔，这样可以吗？我希望你要这个观念啊，我就是先从 sin 下手，那有了 sin 的观念可以练习 cos 的观念，就是零边， cos 是零边的意思。斜边跟零边看哪里是哪个的。好，可以啊。那这个就先消失哦， OK 啊。拜拜。那就是我再说一次啊，这我们现在讲的就是数学上的象限奖啊，象限奖，就是以前我们讲国一的时候讲的嘛，第一象限、第二象限、第三象限，高一还没教，高二教了，对不对？是高二教的。高二教的。高二第一单元。啊，那所以这个东西，它这个位置就叫西塔，明白吗？这个位置叫西塔，它当初是在这里嘛？
这位置当一点，你知道吗？以一点为半径，以一点为半径，然后就开始画圆圈，对吧？就画一整个圆圈，就这样整个逆时针画过去，逆时针画过去。那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我们叫对边嘛，对不对？那这个位置我们叫什么？点边。哦，这个地方我们就叫点边。那这个地方我们就是斜边，对吗？斜边是对应90度。对，斜边都是对应90度的地方，90度的对面叫斜边嘛，这是直角三角形的定义。哦，90度的对面就是斜边，那就以这个为90度。这样，这样够了。那刚好对边是什么？我们以前顺便讲一下，对边是以这个图来讲，对边是什么轴？是什么什么坐标？是 Y 坐标。那邻边会是什么 ？X 坐标。所以你的斜率是 Y 除以 X，Y 除以 X。所以我们以前讲的斜率。因为在这个单元会用常常用到 sin cosine， 啊，因为我们要知道说你的角度是多少，那斜率是 delta y 除以 delta x， 对吧 ？delta y 除以 delta x， 就是你的斜率 f， 对不对？斜率教了吗？直线方程式，好。我教了，应该是到高年级还会再讲这个东西的。国中教的叫做 y 等于 x 加 b 啊。对，国中我们强调斜率，啊，我是说高中是这里讲 y 等于 x 是讲什么 ？k 加 k 嘛，啊，它长相是一样的啊。n 是啊，这里讲 n 是斜率，斜率相乘，如果是负一的话叫互相垂直，互相垂直。为什么？要说明吗？不用啊，用数字它就知道了。然后我写完，很快就讲三十秒钟就讲完了负一了。好，这个叫斜率，这个斜率刚好是什么？哎，刚才 y 除以 x 是叫对边除以什么边？对边。y 除以 x 是对边除以邻边。对边除以邻边就是 tangent， 所以叫 tangent， 就是我就是斜率。啊，讲 tangent 西塔就在讲斜率的意思。所以我们在理化上面有什么斜面？有没有？斜面必省力。对不对？记得简单机械，斜面必省力，西塔的 tangent 就代表这个斜面有多斜。把这个西塔取 tangent 就知道有多斜。tangent 越大那就越斜，越陡峭的意思。tangent 变小就是越平缓，越平缓这样子。好，因为你不可以只讲角度啊，你要同时讲高度跟距离。高度跟水平距离才叫斜，你不可以说啊这好斜啊，这几度叫斜，没有，那我们就什么都要讲，全部要一起讲啊，到这里可以吗 ？OK， 好，这就向线讲。那你刚才说为什么是垂直的，其实也很简单，比方说如果正比一比一函数叫什么？一比一函数是正比，那这坐标叫什么？一一，然后呢？二二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可以。那如果是这个，这里45度，这里也45度，那就几度了？是不是90度了？对不对？那它的对称点，这叫什么？一负一。这个一逗点负一。那我们刚才讲斜率的是谁除以谁 ？y 除以 x 还是 x 除以 y？ y 除以。是 y 除以 x， 对不对？可以吗？所以蓝色的斜率是多少？是一除以一等于一，那红色的斜率是多少？负一除以一等于负一，所以只要垂直的时候，两条线垂直啊，比方说，哦，这里有一条斜线，然后这里有一条黑色的线，然后它们垂直，蓝色的跟黑色的乘起来要什么？负一，对吗？如果蓝色的是，比方说蓝色啊，哦，这蓝色的看起来斜率比较大，斜率是3的话。对吗？假设它斜率是 3， 斜率是 3， 那黑色的斜率就是什么？三分之负一，这样子。
可以吗？你就可以去抓，以前我们都是要去抓说啊这条线直线，然后找垂直，还要找点，对不对？不用了，那以后高中就是直接用斜率就可以带入方程式。好、哦，这是把所有你知道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熟悉。好、哦，再加点，有斜率又有点，就叫点什么？啊，点斜是就这样子。真的好、哦，那这次考怎么样？好、哦，有几个不错。什么截距式、点斜式、斜率式，哦，这都是以前就有接触过的。那单位我们已经讲过，就是力乘牛，力就是牛顿，位于是公尺，然后公是焦耳。那这里有几个问题哦，我必须要跟你强调哦，同方向是什么？正公，反方向是什么？负公。那今天这次国三月考，他们考一题，推过去再推回来，如果推过去是 50C， 那推回来一样的力，一样的位移，所以推过去是 50J， 那么推回来，哎没有，还是 50J， 所以加起来是几 J？ 100J， 不可以写 0J 啊，不可以写 0J 啊，为什么？啊，那是不是去了正公回来负公？谁跟你讲回来是负公啊？没有人说回来是负公啊，是力和位移相反才叫负公，什么意思啊？看啊，我推往左边。你们左边，我推往左边，他有没有往左？那我做什么功？正功啊。然后我再推往右边，他有没有往右？我施力向右，他有没有往右？那、啊、所以我做什么功？正功啊，我做了两次正功哎、欸，怎么会说去啊五十负五十零？我什么都没做，这样啊？不是啊，就挂一点，你看。这一届是我教理化以来最挫败的一届，真的。我从九就像你们一样，98、99、100、101、101、103，每一年都去考都做啊，对不对？99年、100年有的很难啊，那时候呢，你写的考卷没？答案卷嘛，我就印下来。哎，没有。对啊，然后那有个很难的、啊，还有什么？还有一题是，反正就是。结果呢？这次出的不是很难，但是还是有人自己的，还有28分。好累，国三，国三啊！你们随便考都是90几分，真的太强求了。我真的是觉得很伤脑筋，就是他们会被这种东西骗，然后这一届的很，就是比较情绪。有时候是每教完一届就说。没有，教你的时候会这样，你 OK 啦。其实你练题库就有差，可是怎么这一届练题库没有起色？然后只会一直叫我教地科，那、啊、地科就是第一啊，叫我教地科，他、啊、不教还生气耶，奇怪、欸，奇怪你们不是折奏吗？这段整一段整，我只要考前教40分钟就好了、啊。你知道你需要什么？我就教40分，有的考100啊，啊有的考70几，啊有的又考50几，哎呀，地科，然后我还印100题题库给你看看，对不对？没有补的，没有补理化的，我也给他一份，就没有补理化的比有补理化的还考还好。啊，理由是什么？没有补理化的就来跟我讲啊，是干你讲那些地科很有用了，很多题都从里面出来，哦，我就问那个考10的，因为什么考这样？啊，题库有没有写？没写。硬个屁！也只有100题，连解析都硬哎、欸。对啊，你就照做嘛，听话照做就不做。真的伤脑筋。你如果说月亮潮汐不懂，我可以接受嘛，那本来就不好讲嘛，对不对？那你折皱正断成逆断成中央体这样子，你就没满分。我真的是，你如果不知道海洋地壳是宣武岩啊，我还可以接受。对不对？因为有时候不会，其实这我跟你讲，我还真遇过。海洋地壳为什么是玄武岩？高中会忘记啊。好 ，OK， 对，海洋因为高中会讲一次，我知道。嗯，海洋地壳为什么是玄武岩？好 ，OK 啊，那就是因为它喷出来，然后就凝固了嘛。然后就马上凝固了。对不对？那就是玄武啊，玄凝固顺序，玄武、安山、花岗嘛。它本来就是这样啊，时间越久越有时间你结晶嘛，所以花岗的颗粒会大，这么简单一个逻辑。然后跟我说，好难哦，我怎么知道这些？要背啊！我如果说不是，
好多东西要背哦，哎，我没有理解的，我怎么知道要这样子讲？讲给他听的，不做完整的。你就叫那些不要。没有，两个字的排斥。排斥，那就是排斥，排斥想要去思考，对不对？排斥想，哎，那个多，这次考的多简单，一个物体用100焦耳的动能。100焦耳的动能冲到最高点，或者说不计摩擦力最高点会有多少？他做副工。你不要这么懂，他会再讲什么？你带着100上去，你把动能换回你，它是会有多少？100。好了，就是结束了吧？我怎么知道他飞多高？啊，他没有问啊，你干嘛去想呢？可不可以反过来写算它飞多高？可以。人家也会天座，你可以反过来算它飞多高嘛？可是他没有问，你就不要去想说我怎么知道它飞多高啊？然后呢，一堆人就写零没有错啊，因为他想说动能它最高点停止的应该是零吧？啊，我说未能是往上走，是啊，它变高了就有什么能？未能啊，那你为什么写零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，那我就真的也不知道。所以我觉得每年的状况不一样，所以我现在在改变处理方式。对对对，我跟你讲一样的讲法，有人不写题目，题库都不写，100个，张纸中100个，那就一中的吧，他都不写啊。因为他这个都理解的，反正就是他换他换他差多少，啊，都可以加加，没有到五位了，其他都没有。哦，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要稍微分类一下。哎，你怎么有空来？少阳说他来不及来，你呢？那你来得及啊？啊，那那个，那是我上网来不及。他可能就因此的爆炸。啊，云那个呢，陈玉呢？来得及吗？啊？你有看到他吗？没有，我看到他，我回家，是我回家。哦，可能累了，等一下。啊，没关系，你先处理这个。哎，这个什么外力为零，这个已经讲过了。我跟你讲，这个、国三就讲了，所以我干脆把这个东西印给国三，是不是就好？外力为零，然后呢，垂直也是不做空，所以绕地球做，绕地球做圆周运动，外流引力是公式零。好，如果公式存量啊，公式存量，公有没有方向性？哦，所以你在旁边写，所谓的存量就是没有。存量就是没有什么，没有方向性，空没有方向性，它、啊、有方向性叫什么量？向量啊，很好啊，都知道啊。空没有方向性，但有什么？向量，我们现在在教哎。嗯，但有什么？但是有正负哦，但是它的正负不代表，它的正负是代表能量增加跟能量减少。好，这样回头再讲一次，在所有做空之代数和。这叫什么做工？哎，你很多个力啊，合起来叫什么？合力，合力对不对？所以你在那边写合力做工。啊？这就叫合力做工。对啊，七点以后。你们要先进。你可以先做你的东西啊，那不然你要听你就复习啊，他们也都会一起复习啊。合力做工，好，再来。黄庭玉要直接报分数给我吗？庭玉，你要报分数给我吗？班平均。啊，好的。等一下，那现在两公斤10牛顿，10牛顿拉4秒，好来，那这个就稍微。我国三就是这样训练你们的，所以这是两公斤，对不对？来，第一个加速度先出现，十除以几？10除以2。啊，牛顿除以质量，加速度是5，对不对？
跑四秒，跑四秒，你可以算它的位移，二分之一是吗 ？MB，MB 平方，这是动的。二分之一 AT 啊。我先做初阶的做法，二分之一 AT 平方，对不对？初阶的做法是先算位移，对不对？二分之一乘以五，再乘以什么？几秒？四秒。所以它走了几公尺？40公尺。好，这时候你就可以用定义。定义是什么 ？W 等于什么 ？Fs。好，你几牛顿？十牛顿乘以几公尺？40公尺。燕博，你要转学考的话，这个部分是一定要考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牵扯到以后的机械的部分，所以这一定要考。哎，来吧，来。ET，ET，ETI，ET，昨天看到我，今天看到我，会不会想吐？对啊。会。你干嘛这样啊？好了，进阶做法是怎么做？来，直接算啊。你做的功会等于他得到的什么？他哪有位呢？他没有往上走啊，他又得到什么？动能 ，Ek 对不对？好，那 Ek 就是二分之一什么 ？mv 平方对不对？哦，那 m 是几公斤？两公斤的话，如果你不知道公式，我还是会写给你们。那问题是 v 是什么呢？好 ，v 等于什么？根据 v 等于什么 ？v 等于 at 对不对 ？v 零加 at 嘛，你初速为零，所以就 v 等于 at。B 等于 T， 那 A 是几 ？A 是几？五。啊 ，T 是几？四秒。我要你看一下，这样是单是几？多少？五是二十，二十的平方是多少？400。好，同学，左边一个400，右边一个400。那这是两种方式不一样，得到的答案是要什么？答案有没有一样？这边叫做功，完全从定义开始。如果你再怎么不会算，你就从定义开始。定义，我要找 b， 要找位移，就这个定义。你可以顺便问。那这边就是稍微进阶版的，是不是我给他功，他就得到什么动能？这叫什么原理？谁跟谁可以互换？只能互换嘞。功能互换。功转能，能转功嘛，功跟能为什么可以互换？对，就这句话，因为单位一样，功跟能可以互换，因为单位相同，记得吗？国测有教啊，功能为什么可以互换？对，基本上它叫做能量守恒啊，对不对？能量守恒，可是问题是我是对它做什么？我对它做功，它会转成能量，所以这叫功能互换。但事实上，因为它是交流换交流，就是能量要守恒，对不对？能量守恒，能量守恒就是包括电能、热能都要算进去，叫能量守恒。可是如果只算动能跟位能，叫什么守恒？谢谢。力学能守恒。国三有学就有参，真的，国三有学就有参。我应该叫国三全部在这边站一排。好，那知道说功跟能有多重要？功跟能要很，为什么很重要呢？因为高二还是会做，包括他你学长现在在学动量，对不对？动量又有冲，就会变冲量，有叫冲量吗？还没。动量就是又可以从功出现 ，P 等于 MB 很好，你怎么讲出来？你怎么知道？就是动量，没错。P 等于 MV 就是动量，那 V 又等于 AT 嘛，对不对？那 AT 我可以从动能转回去，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可以互换的哈。好，那就是这样。那我们很快做一下这个。首先，它现在是摩擦是十牛顿，但是推它等速前进。来，同学，等速前进表示你的外力等于什么？摩擦力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外力等于摩擦力，外力等于摩擦力，所以你摩擦力是谁？
十表示你的外力也是什么？十牛顿，那请用几公尺？二十公尺。所以刚几焦了？200J 嘛，啊，这题就200J，就这样而已。很快了。重点在等速啦，等速啦。啊，来，我们顺便复习一下，这个要问什么？要问少三啊。请问这时候的摩擦力叫什么摩擦力？共同差力 FK 对不对？ FK 怎么算？缪，K 就是缪 K 乘以什么？对，就乘以正向力啊。正向力啊。这个是不是你这次考的用的？啊？你这次没有考过吗？第四章啊。第三章，第四章，你不是考到第四章吗？你有教最大静摩擦力吗？好像有，那里面就有这个，你只要记得系数乘以正向力。如果是静摩擦力，就是啊，通常会给，通常会给。同学，这个系数就是 tangent theta， 如果是斜面的话，这个系数刚好会是 tangent theta。静摩擦系数是要叫做即将推动的时候。是吗？要算最大的时候才要用缪 S。大家都比这样都没有用。但是不是？它是一个标准。如果没有达到最大静摩擦力，你的外力就是摩擦力。因为你推不动嘛，推不动就是外力就是摩擦力嘛，对不对？以前跟你讲的有写，什么时候外力等于摩擦力，就是推不动。推不动就是外力等于摩擦力。啊，摩擦力会不会大于外力？不会嘛。对，我还写 A B C D E， 好的，还有一番，我那个还是可以用的啦，哈，还是可以用。那在轻轻的拉，对不对？它写轻拉，也不知道多轻。现在问题在于37度，来。35。啊，很好，你知道我在干嘛？37度这件事情要稍微画一下哈。37度也是特殊角，对面是3，旁边是4，斜边是5。好，永远哦。啊，可以吗？30、60、90是吗？30、60、90，1比刚到3比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你要做好这件事啊，就常写嘛，对不对？如果是40，45呢？1比1比刚到2，对不对？你先确定好这件事情啊，这件事啊，5、7、24、25啊，50、63啊，这都以前国语就会了，啊、嗯，而且是30牛顿拉了什么20公尺，那些因为是雪地，它是不静摩擦的意思的，啊、嗯，所以30牛顿是斜线30，那37度，所以是 cosine 对不对？你要 cosine 还是 sine？ 我现在翻高二了，所以我要讲话要像高二。你要 cosine？ 37在这里，零边是 cosine， 对边是 sine， 可以吗？所以前面这里，如果你要做笔记。这个地方叫30 sin 37，那这个邻边叫做30 cosine 37，因为你的解答，我不习惯这样写啊，我如果知道 sin 三七，我就直接写了啦。但是解答都写这样哦，可以吗？啊 ，sin 三七就分三了。对啊，所以那你是不是要经过背诵的过程？那我都直接写了。但是我只是要你跟你讲说，如果学校老师这样写也是对的。30 sin 37是多少？30 sin 37就是30 × 5/5，5/3 ，sin 37就是5/3 ，sin 37是5/3。那如果你不知道为什么 sin 37是5/3，其实是这样子的，这里是五，这里是三，这里是四，对不对？那其实就是把5改30啊。5改30，那3改多少？3改8。3改18，所以这个地方是18嘛，没有问题啊，这就是18嘛。那你连边就是往4改多少？24啊，所以这个地方就24啊，对不对？我没有要你一定会sin 37啊，但是你要会扣分，知道吗？5变30、3变18、4变24，这你要会做。这里要会做啊、嗯，
啊，那到底是18有用还是24有用？18做工还是24做工？24啊。好，因为同方向才会做工，知道吗？他往右边拉，你去抢啊，你去抢，他往右边拉，你真的往右边走才有做工。所以这个24要做工，你在旁边写了做工，就会写一个做工。对，24还要写24。对，很好，所以你的功课是多少？是24牛顿乘以24的公尺。啊，等于是的啊，同学，这个如果是我的学生，我已经跟他讲了，能量的公式比力学的计算简单太多了，他只有负责乘起来，你只要找到两个数字干嘛？乘起来就好，然后就觉得好超难，我怎么知道这样做？这都是数学啊。如果我把这个改成说，来，我斜边30，请问对边多少？你照样要做给我啊，你照样要做给我嘛。所以我你不要把它当两回事啊、哦。当然我不是说你们啊，我是说国三的这个，他把它当两回事。这件事情国三不能做吗？我不要讲赛37，国三照样可以做。我不要讲赛37嘛，那赛37好像很高得掉，没有好不好？只有3/5啊，哦你说的赛34啊，拍谁万万没要啊，差距好吧，对不对？我要查334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的意思是这样的、啊、所以这个部分，其实你会发现说啊，你国中学完了，国中学好或是很好，我跟你打赌，国中学的好，然后再好，比好再好一点点，其实就可以考学测了。其实就可以考学测，学测没有那么难，你会吓一跳啊、哦。你说每科吗？每科，因为学测没有对自然组、社会组没有差。还是说社会组的科目是不是？哦，那有啊，社会人文、人文社会跟经济社会，其他科也当然不行啦、啊。不是英文的量是差太多，差太多。我是说就是单指自然啊、物理这个部分，啊、嗯。好了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要乘30度，然后斜面乘30度，斜面乘30度，90年学测，我看一下，我要非常尊重它，30度是什么？ 1 公斤的物体， 1 公斤是什么？我做的事情跟两年前做的事情是一样的，嗯，无所谓，反正从对静止开始就是当最高点没错啦，因为静止开始就是当最高点。哦，反正到下滑几公尺，两公尺，两公尺哦，下滑两公尺是沿斜面两公尺哦，不是高度两公尺哦，沿斜面两公尺。好，这时候重力垂直于斜面的分力，老师什么叫重力垂直于斜面的分力？看好这个黑色的部分，首先这里往下是不是有一个 mg？对不对？啊、嗯，我直接写 mg 好了，它是1公斤，1公斤就是1×g 啊、嗯，那是不是要分解成一个下滑力跟一个正向力？这两个箭头，这三个黑色的箭头，我一个就跟你确定了，这个黑色箭头，世界上不是，不是世界上，只要有学过物理的，没有人不会画，重力要藏在一下 ，OK 啊，这没有问题。那问题在于说，这个箭头先画还是这个箭头先画？其实都可以，这个箭头画完就画这一个，为什么？他们必垂直啊，所以真的没有什么困难。这个箭头就要跟这个斜面要垂直嘛，所以才叫什么力？正向力。你只要接触一个面积，就一定会产生正向力。这个正向力是大还是小就不知道。好，那这个正向力，它、啊、这个是什么？下滑力。正向力、下滑力，来。那我先把规格提高到你们是高二，好吧？这里是30啊、哦，那这里是几度？60，对不对？嗯，30这60，啊60隔壁，60隔壁30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里几度，这里就会什么？几度，知道吗？就永远都这样，所有斜面就是马上画斜就是这样。好，这里几度来看啊、哦？那这一段是不是可以移过来到这一段？所以这一段是 sin 还是 cos？ 是这个角的对面嘛，所以叫做 sin。那这一段是这个角的旁边，所以叫 cos。
cosine。所以所有你从此而后，可以吗？斜面这一条叫做 mg sin， 然后这一条叫做 mg 的 cosine， 这样 OK 吗？爱之玉，你们嗨过头，很累啊！你们是有加，这是运动会而已啊，但是有跑步，有拔河，有拉拉队这些。我写上去给你看，我把它画一下。任何一个斜面，对不对？好，看到这里是西塔，那我就把它拆开，拆开，拆开。那这个地方也会是西塔，这个地方也会是西塔，就是我刚才讲的，可以吗？我再整理一次。然后，请问那这一段呢？啊，这一段移过来是对面。所以叫做斜边的 sine 系呢，那这一段是邻边，对不对？所以叫做斜边的 cosine 系呢，可以吗？哦，斜边的 cosine 系呢，这是固定的。你有没有怀疑说，老师，那除非西塔换边啊？如果今天西塔给这边，它就叫 cosine 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你放心，它一定给你斜面，这个斜面一定是。这个斜面一定是这个角，因为互语嘛，加起来90了，他加他90，他加他90 ，OK， 好，就是这样。你坐那边会冷，这种我要去提一下，超冷啊，我没有遥控器的，这样子。好啊，快点，我把它浓缩一下哈。如果这里是 mg， 那前面这里叫 mg sin 西塔，那这个正向力叫做 mg cosine 西塔。mg 的 cosine 啊 ，cosine 写不起来，好棒啊，谢谢。cosine 是一档。这在学生难度里面是吗？没有，我现在只是讲原理而已啦，我都还没进入这个。那我在学测难度里面。学测，这超简单啦、啊，这真的超简单啦、啊，是我把它讲的很复杂的样子啦。我要先从原理开始讲嘛，啊，你们学会了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，这样子，好、哦，这可以消失吗？可以消失了，我就重讲一次哦，好、哦，如果你还没抄到，你就抄这个部分，好、哦，首先有一个斜面，然后是30度的，30度的，然后有一颗球是1公斤的，然后它要往下滑，滑了几公尺呢？滑了2公尺，好，我们先确定这件事情，因为他说光滑，所以不计什么。好，所以这里叫做一乘 g， 对不对？一乘 g 是九点几？9.8。所以这里就是9.8牛顿，我直接用数字了，可以吗？那再把它分成下滑力跟什么力？正向力，对不对？下滑力的正向力，所以这里又是几度？30度，30度的对面是斜边的一半，对不对？30度对的是斜边的一半。对，哎，就是。哎、欸，今天下午写几年？我赶快先。也是九十。天气越早是这样，没得写了。好的，30度的对面，30度的人，请你看我们手指的正，直角三角形哦，直角三角形，斜边的一半，懂是吗？30度对的就是斜边的一半，这个已经9.8了，那这是几？一半是几？4.9，好，这样，这就是4.9，好，所以这里就4.9，4.9牛顿，那这个就是4.9什么？4.9根号3牛顿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了，我们就可以开始做了。好，首先第一个，请问重力垂直于斜面的分力是哪一个？这句话是哪一个？就是要正向力嘛。
重力垂直于斜面的分力，就是这一段，这一段就是49.3公分，它多大无所谓，为什么？因为垂直做功还是不做功，这个写100也没差啊，知道吗？因为这个跟这个垂直，垂直就不做功，所以 A 一定要写零哦， A 一定要写零，知道吗？好， A 要写零，你要订正它。再来，重力平行于斜面的分力，重力平行于斜面的分力是哪一个？4.9，走了几公尺？2公尺。2公尺是不是这样走了2公尺？对。所以4.9乘以2公尺，4.9乘以2公尺，这样子是几？9.8。啊 ，B 对吗？对。B 是对的，因为你4.9乘以9.8，还有4.9乘以2，可以吗？他选错了，很难的，我知道，他讲完。那你重力总共做了多少功？好，重力老师，重力在哪里？这里有三个数字，1、2、3，哪一个才是重力？9.8才是重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请问它斜斜的走两公尺，斜斜的走两公尺，那请问它直直的走几公尺？也是两公尺。你再一次，它斜斜的走两公尺，那它直直的走几公尺？只有一公尺吗？是不是一公尺？这个换数，这是2啊，啊这里是不是叫一距离啊？两公尺的距离多少的高度？30度哎，两公尺的斜边多少的高度啊？一公尺的高度可以吧？所以老师 C 为什么对？你就要写9.8牛顿乘以几公尺？1公尺，所以 C 是对的。同学，我还是一样秉持我国二国三的精神， A B C D 我要当试题用，你这样一直练一直练，为什么要这样练？这次为什么？这次为什么林冠宇会输给钱宇成？输了，终于输了。对，终于。但是化学还是输了。因为这次中清高的高二只考20题，一题5分。对。真的，就是要多选题，都错了几个嘛，哦，真的很辛苦啦。啊，我现在就是希望你要把这个选，把它当做多选题来写。你就算他知道他是对的，你也要问为什么是对的，这样子。没有，他考他的，他理化是考90还是80？90几啦，好像90几，很高。你关于这次只有70多。讲到这个，来，你不要讲话，来，请问，我教过什么？我见为什么升空？我见如何升空？谁的？气体。气体，有没有被听到？那不是空气啊。不对，是什么？是喷空气还是喷燃料？是废气，废气。是什么的废气？喷什么？喷什么东西啊？不是，你不要把氦不氦气，是喷什么？是喷外面的空气，它是把外面的空气吸进来再喷出去，还是它把自己的？把自己的燃料烧完之后喷出去。烧完喷出去。我知道，我现在其实不懂为什么国三就讲过火箭为什么成功，啊不然。对啊，他说烧完了。我知道，连林桂元写错，我很纳闷啊。林桂元写错。对啊，他也写错这一题啊，我也他妈纳闷啊。我知道你为了这题就及格了，我知道，但是可是没有办法。好吧。当然我把他当欧巴米了。你不是物理系。你是化学。好了，快点。正向力是不做功，正向力是做功是平交的，啊，这没问题，所以这题错了，他都错了，拜托，这么辛苦选错了，答案是谁 ？A 错了，他是不是很开心？垂直不做功，就算你什么时候哎，看了啊，因为佑伦哥跟我相遇的比较晚，如果你这些东西都不知道，但是你一定要知道一句话，垂直不做功。这样子是不是 A 就可以选择了？你其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啊？
但是你莫名其妙就进了中正了，啊，没有假设啊，对不对？中自费的离你不会太远啊，啊，警大啊、官校啊都不会离你太远。其实读军校有一个好处是什么？就是说，敢读军校的其他人都不一定会念书，所以你就变成相对于会念书的那个是有差别，啊，所以要努力加油。好，来，我们来证明哈，哎，欸，你看一下，我以前，来，这个是他的推导，对不对？推导啊，不是这个推导啊，你们都不会，哦，来，这个推导我国三就做了，欸，看一下，我国三就做这件事情了，根据 W 等于 F 乘以什么 S， 为什么？动能叫做二分之一 mv 平方 ，w 等于 fs，s 就 x 等于二分，快了快了快了 ，m 啊，二分之一 mv 平方，然后呢？然后。哦，很好，好，哦，这很接近了。我们来写一下 EK 哈，哦， EK 等于二分之一 mv 平方，然后为什么？啊，哦，很简单，就是因为W 等于 F 乘以什么 S， 那根据牛二 F 等于 ma， 根据直线运动会以是二分之一 mv 平方，二分之一摆前面 ，m 摆中间。2A 消掉，这怎么消啊 ？A 有两个 ，T 有两个，所以叫 AT 的什么？那谁等于 AT？ 谁等于 AT？ 我刚才才写 V 啊 ，V 就是 AT 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就二分之一是吗 ？MV 平方，这样就结束了嘛？转，就是这样转而已啊。好，啊，当然你也可以看，你也可以看下面它怎么写啊。他写的比较文言啊，我写的比较就是很直觉这样子啊，哦，他也帮你写啊 ，v 平方减 v 零平方啊，对不对啊，哦？这样也可以。好，那再来，这个单位还是什么？单位还是 J 哦，好，哦。当然是 J， 但是这里有写哦 ，J 等于 K， 因为这个有写哦，这个有考过 ，KG 乘以 M 平方乘以 S 平方，这有考过，所以你这里要框起来。好，这个我再提醒一下啊，哦，比方说，他说啊，哦，以下何者是？能量的单位，第一个 CAL 是吗？卡是不是能量单位？是哦，我可以叫高高声的跟你讲，哦，卡是能，知道吗？你不知道卡是能量单位啊？H 等于 ms delta t， 一卡等于 4.18 焦耳，没有背过。好，哦，这个你要记得。再来第二件事情 ，N 点点 M， 这样是不是能量单位？这样是能量单位。为什么这样是能量单位？因为 N 是牛顿，而 M 是什么？公尺，这叫牛顿乘公尺。牛顿乘公尺是不是能量单位？是。我现在讲的有考哦。哇，你可以问建勋哥哥，是不是以下何者为能量单位？好，那你就要去分析说这个是怎么做的。那第三个就是刚才写的，可不可以写成 kg 乘以 m 平方除以 s 平方？这件事情也是可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二分之一 m 是什么单位？我希望你回想物理第一章叫什么？单位，对不对？
物理的第一章，你们这个高一物理第一章就叫单位。对啊，序论里面就在教单位啊。M 是什么？公斤。V 是什么？秒公尺。每秒几公尺？再平方。哎、欸，再平方哎、欸。所以表示 M 要平方 ，S 要平方，所以叫做 kg 乘以 m 平除以 s 平方。所以这样整串也是什么单位？到时候自己没有单位吧。这样整串也是什么单位？能量的单位，可以吗？这样子也是能量的单位，知道吗？真的，真的。好。啊，之后有教教新的能量单位，我们再讲啊。可以啊。好，那回过头来，那是什么 K 大于等于零，你自己看。那什么能量可以互换，对不对？能量可以互换，你只要画上这一句话就好。借由做功，可将能量从一个系统传递另外一个系统，或是一个形式传承另外一个形式，所以叫做功能可以互换。功能可以互换，是谁？杰汉吗？哎，今天邵阳补课前来，真的，功能有，我先帮高一的把这个做完。哎，你是知识教完了？是知识教完了。他教圆周了吗？圆周在教了。在教了，好过了。那你看是那个讲义的题目要你要不要先做一下？如果你会做就先做了。我们等一下高二的我们会从那个圆周开始。哎，好了，快王建民要退休了，快点。他说台湾的职棒打不打？陈宇听见吗？哦，陈宇啊，你稍等，陈宇，要问你，林墨老师课本是哪一个？好，你们先坐好，快点分力啊，我先帮学长用的那个。